近日，王宝强和马蓉离婚闹得沸沸扬扬，王宝强已现身朝阳法院起诉马蓉要求离婚，马蓉方面则一直迟迟没有消息。有网友爆料称，马蓉已经带着两个孩子跑到美国洛杉矶去了。在事情爆发的前两天，还有人目击马蓉带着两个孩子在圣地亚哥游玩，三人看起来心情很好，不停拍照。据爆料，在美国洛杉矶的房子也是王宝强买的，购于2013年120万美元，房产证上加了马蓉的名字。